闪退、宕机或是整个页面卡住，网络实名制口罩 2.0 早上九点上路，不少民众想要预约，但是不管用 App 还是用网站，怎么试就是登不进去。刚刚上去我都上不去，所以现在应该是刚开始吧，所以量比较大，我都进不去。听说好像还细节还不是很清楚这样子。健保署在系统上路前原本通过8万人的压力测试，没想到一早九点开始到10:45，短短不到两小时涌入18784人使用系统，整个大塞车，只有不到1/5的人，也就是20697人成功预约到口罩。健保署也紧急公告，希望大家先改用网站版预购。那个就是进来的量太大哈，那在我们的一些健康存折认证的时候，可能就有一点卡卡的哈。但是目前来讲是一直都持续在改善。虽然 APP 上路第一天不是很顺利，不过超商端也提早做准备，教民众3月26号该如何领口罩。领取这个简讯的序号，然后以及身份证的后四码到我们的多媒体事务机，那接下来就会有一张就是领入的这一个单据到我们的柜台，然后让店员这个刷取单据之后就可以领到这个口罩。就是希望用2.0网络版本预购的民众可以顺利买到口罩。